导队员应该上去拉一下，这样这个冲着裁判吼有可能会被罚下啊。哎，这个盖帽我感觉还挺干净的哈、啊。而且关键是今天在场面上，其实辽宁获得的罚球是要高于吉林的。今天辽宁这个前场篮板是真没少抢，抢下来出来又是一次机会，重新压下来打这最后一攻，给的漂亮。四秒钟的时间，哎，这是先响了哨，给了杨明的一个技术犯规啊。杨明知道特别生气啊。队员，老队员应该上去拉一下，这样这个冲着裁判吼有可能会被罚下啊。哎，这个盖帽我感觉还挺干净的哈、啊、而且关键是今天在场面上，其实辽宁获得的罚球是要高于吉林的，辽宁得到20多次罚篮了。我觉得明天的这个表情包又有新的素材了。被吹了一个计犯，但有的时候呢，你冲着裁判吼一吼啊，情绪不要失控的情况下吼一吼，吃一个技术犯规其实是好事儿。对，裁判也是人，你这吼一下之后呢，他多多少少也会受一些影响啊，后面吹罚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慎重。这裁判这活儿也不好干啊，说实话。不好干。说实话，挣的也没有那么多。对，然后这个裁判这个职业，我们一直说，球迷、现场的球员、主教练。